那你就看那边。好大颗、哦。看不到萤幕。有在录了，但是我看不到萤幕，太暗还是这样。好了好了。好好，你叫我。我觉得吃药了，不然现在真的冷到流鼻涕。我都说。我卡到你的雪板。你卡到？我踩在你的雪板上。是啊。对。小动物有，我刚好看到鸟。这个终于我看得见路了。来到了迷宫地带。为什么？就是那种找三五两脚都找不到的那种地带。传说中，就是你坐了好几次缆车，却永远找不到它。这时候用故宫来看看。三五两在哪里啊？仓府，所以就先去吃饭了，真的是。继续往前滑，真的吗？往下滑，滑滑滑，最右边那边，好了，还可以往下的意思。嗯。但是不能下太远，那是靠右走。啊？你要走这边啊、哦？就是靠右啊，对啊，不是靠左，是靠右。三五郎，我本来想象这个方向，结果地图上说在这个。你确定前面有路吗？我怎么都看不见。哎、欸，路是平的还是往下的？我都看不见。有路吗？好像那边是过来的。哎呀，那边不知道有没有。我真的看不见。哦，好。嗯。对，那有个餐厅是不是？嗯。往哪边？用推的、啊。我一直看到有人在，听到有人在叫，但是看不到人。
所以我就在风最大的时候下我拿起出来。我先确认我们的位置。刚刚我不冷的，现在我冷了。大平 course，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迷宫里面。然后三五郎在哪？三五郎应该在这个，但现在过不了去，所以只能往下滑。大平的话一路往下滑，我要坐别的缆车。中央倒不会，大平一下去的话就到最下面了，所以只能从上之台坐上来才有三五郎。所以我先滑到最下面吧，大平沿路绿的，然后往上之台，看到上之台的对。只要拉拉链就好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这样卡住了吗？卡到什么东西？有别的东西？没有，那就是里面的罩子吗？那就大饼，大饼滑下去，看到上次还往右转，沿路绿线。哦，好冷，脖子后面。哎，大家都滑不动哎。说有一个时间之前要讲，我们这边是三点多。嗯。但是那个大牛排会不会是什么美国的、啊？是美国你就不吃是吗？也没有，我是说应该很难是三星牛。我只是想吃三星。滑到最下面累了也可以，也可以先。不要不要，我要吃三五郎，你讲了我就要吃，不管它是什么。然后我以为是会路过，结果没路过、啊，所以每天都可以。今天除夕吃好一点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大平是左边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、不是左边，直走直走。默默，你确定不是右边吗？左边。走吧，大海。可能不要靠近。
会就都一路要那样走的哈。那不能走这个、啊欸？哪一个？中央啊。中央。中央也可以啊。反正我目的就是下去。是要去坐缆车是不是？啊？是要坐缆车是不是？我们又会有一个 lift 啊，大平台往中央，这是下车的地方吗？还是上车的地方？这往上。好啊，坐啊，给他坐啊。是啊，对对对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那这就不用下去，就可以去三五郎那边了。是啊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你看大家都这样推的，这样很累。太平了，不行啊，都滑不动。坐好，这根又卡一下，赶快那个两件事。哦、大腿又夹到。这是好像蛮漂亮的、欸。啊，就看吧。你那又没问题了。有路。有。所以你那个是冷的问题，不是卡的问题，卡是对的。太冷了。所以是被那个掀起来的板子跟下面夹到大腿，好惨。是哦。对啊。之前后来就没发生了，现在又发生了，好恐怖！有没有？不是大腿，小腿。藏王小动物，我想问你，夹大腿还蛮高的，我怎么？小腿啊，小腿上面肉这一块。我是每次压到鞋子。我不是鞋子，我是鞋子跟那个合力夹我的小腿。会好吹吗？啊？会好吹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哎、欸，现在很清晰耶。超清晰的，你的，你看，你觉得嘞？很清晰啊。超清晰。干嘛？刚有血掉下来，我想一声会不会掉下来？这个棒子永远会跟那个抠一下，锵。我刚突然，我刚刚不是去探路吗？嗯。我后来回头看我的轨迹，突然就变这样。就是跑进松雪去了，吓死了！看都看不见，太难了。有这里，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里为什么那么重，因为被风一直吹啊，搅拌啊，又干又冷，然后，我要穿把橘色穿在里面，每天都四件出门，然后真的太冷就把蓝色再套在普通的衣服的外面，因为它有拉链方便套，所以我就会穿五件。用不着啦，我怕会冷呐、啊。就是去山顶的话才要穿到五件啊。嗯，现在的话到了，然后手套要戴两层，我忘记戴手套哦。手套这应该很暖的吧？我在回暖，很暖，超暖，已经好一点了，超级暖。真的没有到超级，我很暖。哦，手没了，刚我冰刚整个手指快冻僵了，觉得快要死掉了。我现在还是握拳一下好了。啊，而且那个缆车员根本就不愿意出来，好懒哦。不是懒，他可能一出来觉得太冷了，他不想。那就一个。缆车自己默默运转，而且会来到这里的人摔倒，他再暂停就好了。会来到这里的人就应该没问题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问题？应该没问题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不就三五郎了吧？没有。不是，没有检查。但是这个缆车躲起来吃东西，是我们要的吧？好冷哦，又冷哦，是从帽子里面吹进去的，天气好冷，我太好了。
分钟。是的。啊！我还屁股还被撞到一下。你说椅子撞到你？对啊，椅子撞我屁股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接着又是神秘迷宫的。你要拿我的地图吗？不用吧，拿地图没有用。现在是要看我们距离三王多远。往正前方滑就是三五了。真的？对，右前方。好。那就去吃了，去吃了。我不管了。滑得到的话。为什么我滑不到？右前方有没有路？为什么滑不到？右前方有。啊，会死。有路，有路，很好。我还是躲起来，好冷哦。又没有看到他，然后又走掉了这样，所以要随时定位一下。